很多宝宝催我更新小鸡小鸭了，今天就带上好吃的一起去看他们吧。一看到我来就知道有吃的，好像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送快递的。因为他们数量太多了，所以我分开倒了一些给他们吃，个个吃的都挺专心的。看我碗里还有，看吧，就只有好吃的他们才会过来。你看这只小黄鸭盯上什么了，哈哈，你跳起来也吃不到小矮子。好了，都给你们吧。仔细看看，好像全程小黑鸡跟它的妈妈一直在那里吃。小鸡小鸭们吃饱了，现在该干什么呢？那就给小兔子添点吃的吧，要简单的准备好青草跟粮食，就来送快递了。那小鸡小鸭都围过来，以为有吃的。那你们已经吃完了，现在该轮到小兔子了。小兔子吃的正香的时候，小鸡们都来了。他们的胃是无底洞吗？